其实我是有 check 了你的底了，啊、哦，你到底骗了几个人？你老实跟我讲。我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我要知道你总共骗了几个人。Hello， 你总共骗了几个人？如果那些人全部出来报警啊，你就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他们全部都打电话给我了的。我要你一定要跟他们姐姐一个交代哦，你不要讲明天后天人没有还人家哦，你不要一直一乱骗啊，又讲妈妈过生，这种话你都讲得出？回答我。你不要骗，你不要再骗哦！我知道，我 check 到你的底了的。哦，如果你继续再骗呢，我们就马上抓你，明白吗？没有，你到底骗了几个人？你跟我讲，冲杀了，快点。